大家好，眼前这款机台叫做 PP52， 请先欣赏机台的外观。接下来介绍机台的玩法，请工作人员示范。首先，先投入代币，在规定的时间内，通过移动摇杆移动爪子的方向，将爪子移到礼品上方，对准礼品，确定位置后，按取物件，将爪子放下。如果爪子能够成功的抓到礼品，并将礼品送到礼品出口处时，即可获得礼品，否则游戏失败。游戏介绍完毕，谢谢大家。